今天呢，我们请问今晚住谁家，要让大家吃到一个非常幸福的晚餐。水分晒掉以后，八斤只留一斤而已。哦，好像干贝哦。西瓜花吃的那个西瓜怎么小颗那么多？不是，你用搓一搓啦，你不是把它扒在上面？我也要搓。盐焗无锅鱼是不是？觉得我们学到的这个蚱蜢哦，可以布置在我们的餐桌上面。今天晚上10点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就在东森超市33频道。